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光王殿下吩咐了，陛下只能是躺着。朕只是出去透透气，不能见风啊！啊！陛下，臣背您吧。 太皇太后听闻陛下病了，十分担忧，难得今日天气不错，让奴陪您到外面走一走。不撵。说来此物还是陛下告诉我的呢。您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扭到脚走不了路，陛下就送了这么一架布撵给我，还陪我坐着它去院子里面放风筝。之前你还记得？ 有关于陛下的事，奴从来没有忘记过。陛下。 陛下出宫了！陛下，你看，试试。 陛下，你没事吧？陛下，会切弄伤口的，还是不要放了。陛下，只见人真关心陛下，如此忠心护主，倒显得我们像是坏人了。云儿，还不向李小姐道歉？ 李小姐，对不起，是鱼儿僭越了。说来也是我考虑不周，只想着跟陛下叙旧，让陛下开怀。没想到风有点大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，陛下。好，起转。 程姑娘，陛下有我照顾，你不必如此步步紧随。既然这边没我什么事，不如去找紫苑。王林是裘子良的心腹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能让紫苑做傻事。